国语有声善书。一尺拱横唐善书，赏善金篇。主著仙佛为五斗星君，福鸾为通天勇笔。中斗星君将萨六护法坛场传续圣业之赏力，为何此力能列入阴德？据天律明载，铸建道场第一功而善书传布，只要书不断，授劝者有人，则铸印流通广布之人，后续仍可得其额外功德。执事之故，一座道场永续弘法利生，其所造作之善阴德业，实无从可估算。并且护法之人不但金钱、心力、时间，悉皆付出投注，所以将此力列入阴德计算，盖因阴德大于功德，至少五倍以上。凡一指道场全心无畏师法师护持三年以上，准得消除一件重大因果公案，会形成灾祸。凡能护持五年三师并进，准予消除三世因果公案，注销一次命官灾劫。凡三师并进五年以上，则依前律累计。凡护持道场十年三师并进，准予消除六世因果公案，二次命官灾劫，可加因及一子得官，获得三福。凡能终身不退，则自身因果公案不显，命官灾劫尽除，不包括最后一劫，但可安详离世。此例则在十年之后，可由有司着手安排。附注：所护持道场永续传法，立生圣业不辍，则在赏励之人仍得其阴德，若已不在世，则可由家眷夫妻子女子孙等继承而得。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讲，为赏善金篇作篇后语：夫善者必扬之，使得其移风化俗之效。往昔官家逢忠孝节义者，必经扬奖包，则是依此欲得黎民之见贤思齐，却也因此收其红孝。昔之儒者，有以封建思想批判奴役民心，更有腐儒大肆倡演经包，实乃八股作为。殊不知往昔民风淳朴，贤达之人乃属中上阶层，至于下阶层之庶民，几乎何能顾及忠孝节义？但是古有云，孝子出自寒门，乃系人性，纨绔子弟之人，岂能利人利他？故经包时为当政者必要振起下阶层黎庶欲得彰显殊荣而必要手段。反观今日，人民智识大幅提升，科技文明无远弗届，但是道德却日愈沉沦，欲挽此狂澜，必要精讲，犹却有急迫性。故昊天慈悯，叠降宝书，以自讲孝扬善，跪堂赏善金篇，虽非往昔帝王之经包，却是上天垂悯诸众不知善之可贵，乃自宝发，汇编成册，案例列挑，讲述分明，以资离数月书分明，进而可以替恶扬善，以启后由。今日书成，吾颇为众生欣喜，乃特来致文书怀劝勉苍黎，建立心生欢喜，起而效尤，得奖必赏，并因而得以广大传布，进而净化人心，人人皆善，庶几无复昊天人憨。是为书后之语。大成至圣孔子降于台江一尺拱横堂，无量寿佛降，为赏善金篇作跋。佛曰：慈悲，如曰忠恕。然则佛道皆秉人心而行。俗云：百善孝为先。孝也者，乃系尊长而能思源素本，即乃一切心之人也。故人心行人，其行至善，亦因人善，其影响所及，可以复述成长。所以必要先行劝之有德，使能使其传颂流布。末法以来，鸾门应运，秉承昊天之旨，降铸宝书，广传流通。语云：一时劝人以言，一世劝善以书。乃系书之传承历久不衰，所以鸾门深记三界沟通桥梁，乃有宝书善策经典，叠成劝化先察，以致引渡有缘，共登绝路。今日跪堂奉旨著作赏善金篇，业已完书，即将付诸机决，以此广为劝善。往昔欲立宝钞风行一时，乃使诸众之恶之不能行，相互戒慎，庶免沦为十殿苦囚。跪堂宝书扬善力行，将可劝度黎民之有善行必得福禄，于焉奔向奏告，可以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使众生互相激励，互相免行，同成人间净土之愿景。既执书成，无佛欣喜有加，言福提众生福缘盛大，既望莫以一般杂勇等闲事之暗挑逐利，甚至举一反三，善行福报消灾解厄，将如探囊取物之意，愿免之，是为拔。南无无量寿佛降于台江一尺拱横堂。南天文恒圣王官将谕曰：尔堂奉旨开铸赏善金篇，今已完书，即将父子颁行授事，吾为尔堂神人欣慰之外，犹要谆谆嘱咐诸众贤达善众。古有欲立宝钞之颁行，乃有知明法之森严，有了凡四训使之至善，可以化转命成。古历今循，虽有异动，然则基本原则亘古不变。昊天奖善以福禄，惩恶以明法，天律至公至正。
由要广布世人周知者，往律源于天律格式之果报，今律以现世报，因而成恶迅速。讲善当亦如迅雷如思响应，深愿诸众能够深阅世书而有惕力，进而免行实践，当必福禄真至。今书完成，考量本部视为讲善，若将前部之欲律归真之替恶合并成书，可以使阅者善恶相互对照，将如欲立宝钞及了凡四训之合本。故在缴书之前，吴忝为栾门直属上司，乃特谕命可以二书并为一部，但以本书为主，即编辑在前，将欲律归真附于书后，并本刊传于世，以利诸众之言阅，当可大收劝化之效。南天文恒圣王御事于台江义赤拱恒堂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